写的太好了。哎，大家都过来看一看，我这就发现一篇不错的文章。读一下，来，读一下，读一下。念念念念。难忘的一天，今年的7月30日，是北京最热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体育场的温度达到了沸点。这不是天气的沸点，而是人心的沸点。一位三落三起的老人的付出，让冷却了10年的人心重新焕发出热情。这种热情像从心底里涌出的温泉一样，人们欢呼着。看台上不知道是谁打出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们需要您。这是从心底里呐喊，说出了近10亿中国人民的心里话。说得好。好，真是好文章啊，文字朴实，感情真挚，思路清晰，这位考生功底非常扎实，看起来这些年啊没有完全荒废。哪能说没有荒废啊，这肯定是下了大功夫的。对，他对国家历史的认识非同寻常，那段关于邓小平的心理描述也真的是真情流露。我提议啊，这篇作文完全可以给满分。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好，同意。而且啊，应当作为范文上报省教委招生办。好，范长，好，范，好。情况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接下来大家一议，看看怎么来处理这篇作文。咱们时间紧，大家抓紧时间说。我先来吧，这篇作文是我经手的，我还是建议给高分。相信呢，大家也有同感，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作文啊。文字是不错，但是这观点问题真不小啊。我认为这个考生对政治和历史很敏感，思维也很活跃，在这个时候相当难得啊。我也认为他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观念有问题。你们看这一段，他竟然对文化大革命提出批评，这是公然违背11大精神的。这样的作文我认为应该给0分。给零分是不是太可惜了？没准就毁了一个好苗子。这样吧，为了慎重起见，咱们先暂时按0分处理，同时上报省招生办。今年全国各高校招考工作已近尾声，全国各省市的阅卷工作均已结束，目前录取工作呢正在有条不紊进行。整体看来，77年的高校招考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基本还是算是成功的。一共有570万考生参加考试，现在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是4.7%。目前有些高校已经开始陆续发出了录取通知书，教育部提出了要求，在通知书上必须写明，本校录取的学生毕业之后要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哦，这个俗话说，新百里办旧事，越是到最后啊，越要注意。这个录取工作中啊，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啊？的确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有争议的考生。有些考生的文笔虽然不错，但是写的作文里反映出他们所持的观点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一些考生对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有不同看法。我想要允许不同的意见，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学生呢，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录取工作原则就一个，把人才招进来，不能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好的作文呢，可以登报广播，有争议的可以复审，审理解决不了的可以直接报教育部。这次高考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啊，由省里来出题，第一次阅卷又不公布分数，这些都是问题。在明年的高考中，必须要由全国统一出题，省里统一阅卷，要让我们的考生呢自己能查对分数，要总结这次经验，
抓紧做好七八年的高考筹备工作。这两届高考啊，它只隔了半年时间，在高考史上啊也是前所未有的，两届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啊，这两届的学生呢是十年的精英呢，30年之后啊，国家要靠他们来挑起大梁，我们要做细致的工作啊，不能愧对历史啊。支书早。下面朗读一篇本届高考优秀作文《难忘的一天》。今年的7月30日是北京最热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体育场的温度达到了沸点，这不是天气的沸点，而是人心的沸点。一位三落三起的老人的付出，让冷却了10年的人心重新焕发出热情。这种热情像从心底里涌出的温泉一样，人们欢呼着，看台上不知道是谁打出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我们需要您，这是从心底里呐喊，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这文章是你写的吗？曾几何时，我哪写得出来这文章啊。广播里说呀，这文章就是咱们阳阳地区考生写的啊，在咱们周围这方圆几十里，可就你的文章最好了。帅建国，革命圣地藏龙卧虎，人才多了。不对呀，文章里说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见过邓小平，这段你不是跟我们大家都讲过吗？就是啊，啊，那天工人体育场好几万人呢，哪那么巧就是我写的呀？体育场有上万人，但是在延安参加高考的就没几个了吧？行了行了，你们也别瞎猜了。你这不是刚吃完饭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你赶紧刷牙，一会儿还干活呢。我终于看到了路的方向。对，建国，关键是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吗？我会学习。没有呢。怎么你收到了？我怎么可能收到啊。哎，不过我听说呀，咱们邻村的大堂收到了。真的假的？大堂？哎呀，看他平时不声不响的，这么有本事呀。是啊，他被哪录去了？我听说呀，好像是西北农学院。那就不错了，要是有所学校肯录取我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是啊，咱们几个呀，要是建国考不上，咱们呀就都没戏喽。走，干活。咱们走吧。兴奋喜悦的心情让我们只有拼命鼓掌，朝您欢呼。考上了，考上了，考上了，丁大宝考上了，丁大宝考上了，考上了，大宝考上了。可以啊，这小子，再看，再看你，我看看，真的是我考上了！考上了！咱们俩还有杜鹃的录取通知书，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杜鹃的情况怎么样？不太好，我现在担心她精神上受不了。要不我去州里查一下吧。行，我跟你一块去。小芳，我跟你在一块儿。来，小芳，走了，别哭了。那少云，我先走了啊。哎，那你先回去吧。啊，我走了啊。哎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哈，都是来盼好消息的，等着吧。怎么样，
考的还行吧？我就当自己是匹死马，看看能不能当红马一位。我估计等了也白等。你也别这么说嘛，你听我跟你说啊，要充满希望，对自己有信心，知道吗？北京的吧？啊，我是河北的。哎呦，那咱们俩离得还挺近啊，也算半个老乡啊。啊，是啊。我们俩在哪儿见过？是吗？秦岭公社的吧？是。是那个夏。夏建国。哦，对对对对，夏建国。去年全县汇演，你们出了个节目，太棒了，太精彩了，我太喜欢了。我叫刘少宇，我是安塞县的。你好啊，你好，哥们。哎，浩宇，浩宇，快来，到我们了。哎，来了，走吧，走，走。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你先来。哎呀，没事，没事，你就别客气了，快点来，查一下。哎，老师，经济系的。分不够，没被录取。下一个，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死马，果然死马。来来，你来你来。你也别灰心了，离下次考试还有半年，努力啊！老师，夏建国，你的分够了。建国，你分够了，太好了。高分呐，但政审没过。政审没过，对，你被拘留过，又有现行的政治问题，县里啊已经把你的情况报给省里和教育部了，你等消息吧。那要等多久啊？小伙子，你是咱们县里出的一个高分，没被录取，大家都觉得很可惜，县里也在为你做最后的争取，你要有两手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谢谢。建国。帮我再确认一下，四没有录取。对，这儿这儿吧。希望没有录取。老师，你再仔细看一下吧。真的没考上。老师，我先回去。再见，再见，再见。恭喜你考上了！耶，考上了，我考上了。老师你好，我叫田园。分不够，没有录取。分不够？老师，我考多少分啊？具体分数我不知道。我要求查分。今年不能查分。为什么不能查分啊？今年时间太紧，根本没有开通查分渠道。为什么没开通呢？查分是考生的权利，你不要妨碍我们工作。来来来来来，查分！不是，等一下好不好？有点耐心好不好？查工作，不得查查分？我这分考挺高的，考挺好的。老师，你得好好看看，是不是搞错了呀？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耽误他们啥时间呢？你谁没考上啊？你什么意思啊？哎，怎么的？不是，那你还干什么？干嘛？怎么回事啊？啊，主任，这个人。没录取，偏要查分数。老师，我考得挺好的，怎么可能没被录？你们两个，准考证给我看看，啊！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我的分数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你的事儿啊，我们专门开过会，主要的问题就是作文的事。作文？啊，我的作文有什么问题？不会吧，老师，田园可是我们农场文采最好的。文采是不错，但是很多同志反映，你的这篇文章体现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有问题，违背了十一大路线，所以要按零分处理。零分处理？不过这个事儿啊还没有完全定论，还有一线生机。什么生机？凡是有争议的试卷都要报到省里面去进行复议，估计最近这两天就有消息了，你可以到昆明去问问。哎，平儿，平儿，哎，谢老师啊。平儿，平儿，平儿，干嘛去啊？大钟啊，你还没查呢吧？你去查吧，我去趟昆明。哎，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像我认识的田园。你添麻烦了，谢谢你。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这咱们先回去，明天我陪你查不行吗？我自己去就行了。哎，别，这分我也不查了。建国他最近是怎么了？哎，别说了，前两天去了一趟县里，回来就一声不吭，天天拼命干活。到底怎么回事啊？知道了。哎，你们说是不是跟高考录取有关系啊？建国是在那儿读书最好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呀，好像他连录取通知书还没收到呢。啊？哎，你别说，来，我觉得呀，还真是这个原因，没准是。有可能哎。学院寄来的，估计是录取通知书吧。真的是通知书啊！太好了，哎，你得请客呀。好，我改天请你啊。好，我现在回去跟刘妈报个喜。穷地方了，再也不用受苦了。刘妈，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哎，好好好，来，您坐着。哎，您要我干什么？我去给那个金锁把被子拆了。哎哎，您忙吧，我去帮他弄。哎，好好。接到建国建红的电话，一喜一忧。怎么说呀？本来呢，我还担心建红，可是他还倒好。虽然中国医科大学没有被录取，可是安徽医学院把他录取了，
人家公社也同意他上大学。那好事儿啊。是好事儿啊，可是我看这孩子啊有心事儿，显得很不高兴。一喜一忧，那就是说建国那儿不顺利。建国的事儿还真让我猜中了，他考的分数很高，已经够了北大的线了，可是政审过不了。现在到菜市场去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显得很平静，可是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他越是懂事我这心越是放不下。别难受，有些困难暂时解决不了，但很快就会有转机的。高考马上又要开始了，咱们建国还是会有机会的。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爸爸，这是几个被打倒的老干部给您来的信，都是通过不同渠道转送到家里来的，他们希望您方便的时候关注一下。处长。嗯，这些来信都是反映大学录取问题的，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政治审查。好，现在就要看。在出发前呢，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好。我秘书，你去通知方毅和刘西瑶同志啊，上午到这个地方来。好。西瑶同志，你今天坐在我旁边，我要问你，现在我们的录取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嗯，现在只剩下一些有争议的考生，还没有下结论。何为有争议的学生呢？主要分两大类，大部分是政治审查过不了关，还有一些考生在答卷的时候体现出阶级立场有点问题。我早就说过，这个政审问题啊，主要是看本人表现。对，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指示精神，把条件放得很宽了，很多人因此得到了高考机会，但是目前有几个硬性条件，我们至少目前我们还不敢放。什么硬性条件？主要是中央定的几个大案。刘部长，你不要害怕嘛，你大点声说话。主要是中央定的几个反革命大案，比方刘少奇案、61人叛徒集团案，我们统计过，这里头牵扯最多的是4、5事件，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年轻人，这些孩子们被拘留过、被审查过，有案底，他们的考卷和档案都集中在教育部。经过激烈争论，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决定还是不予录取。那答题中的阶级立场的问题啊，是什么意思啊？比如云南有个考生，嗯，他在作文里对文化大革命多有微词，像这一类考生的考卷也都放在教育部，为此大家也很多争论。当然，根据您的指示精神，我们对本人不予追究，对考卷不予作废，但是对这个作文我们判作0分。判了0分呢？对。为什么呀？是这个考生没有写，还是没有答呀？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叫白娟先生，他当时不会答题，几乎交了空白卷，也没有给0分嘛。这位考生是答了，也写了，被判了0分，那就说这本考卷就作废了。对考生来说，
这个责任够沉重的。我们呢，要对考生的前程负责。我看呢，你们多找一些人，把那个属于有争议的作文呢，复议一下，好不好？小平同志，我们知道你很关心考生，但是鉴于十一大精神，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呀。十一大的精神呢，我们是要考虑，但是我们已经发布了招生文件的那些精神呢，是否都落实了吗？小平同志，您的意思是？我早就说过，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呢，我们要培养人才，要善于发现人才。我告诉你，这次高考给了我信心，就在于我们发现了一些了不起的人才，他们硬是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纷乱的环境中啊，自学完成了全部大学的课程，但是我们录取工作依然跟不上节奏。尽管我们的文件呢已经有了规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啊，还存在阴影，而且这个阴影还不小。什么问题啊？思想太不解放了。小平同志，您的意思是再放宽这个条件？不错，这个录取工作里面的条条框框啊太多了。当然了，现在也不只是录取工作这一块，现在很多方面呢，这个旧的思想、旧的观念呢，这个条条框框束缚我们的手脚，使我们不能前进。这个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啊就有这种现象，困住手脚怎么能前进呢？我们党、我们的国家还如何发展呢？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措施啊，我们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支持不支持。古人都说，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急需人才的，所以说必须明确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不能再看家庭出身了，那个血统论呐，太荒谬了。因为我本人呢，也是个走资派嘛。对于组织上给我的处理啊，我是毫无保留的接受。但是，我的自律跟我的错误啊，它没有关系嘛。让他们受牵连呢，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刘少奇案，当事人呢都不在了，他一个孩子是个工人，工作劳动各个方面呢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次高考也不错，最起码够了分数线了。这种现象为什么不录取？要我说，应该录取。既然刘少奇的子女都能录取，那么其他老干部也没有问题。不错，应该怎么办？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实物实践的问题，我早就说过，这个啊是一次革命啊。虽然现在啊实物实践还没有平反，但是绝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呢、啊、就耽误我们孩子们的前程。我们共产党人呢、啊、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实物实践彻底平反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绝不能埋没人才。我听说啊，这个延安有个北京知青，他那个分数啊考得很好，够了北大的水平了，他那个作文呢也广播了，但是啊就是因为他参加了实物实践不录取别人，这伤了人心呢、啊。
这个城破了可以重建，人心伤了一辈子都拉不回来的。是啊，小平同志，干脆借这次高考把这件事情推动一下。我知道，现在有人说我邓小平是借这次恢复高考啊反文化大革命的案，要我说这种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但是有一点现在可以明确，我们要搞十个现代化，就是要开辟新的出路。你这两天跟儿子联系了没有？联系了，找不到他。怎么了？怎么了？儿子失踪了，你知道吗？我给儿子打了电话，一连打了几天都找不着他。后来我给农场领导打电话，领导说，儿子失踪了好几天了，出事儿了。不会出事儿的。我分析啊，是不是和高考有关系？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所以我才给招生办联系了。我给云南招生办打电话，让他们查一下分数，他们说不能查。后来我给教育部打电话，让他们帮着查一下，他们说查不着。哎，你们今年高考怎么搞的？这是？哎呀，我们也犯愁，这去年高考人数太多，时间太紧。小平同志说了，今年高考肯定不会这样。我才不管今年高考不高考呢，我儿子找不着了。你这个当爹的都不着急，真是的。我急能有什么用？这小子在家的时候三天两头不出去逛吗？不会有事儿的。我估计就和高考有关系，可能考的成绩不理想，没考上，心里不痛快。您再出去玩玩，散散心。田园他技术很好，好好的复习，今年再考不会有问题，放心吧。回来了，没话跟我说。我临时领了任务，明天下午就要。今晚必须连夜看完，还要打分呢。要不你帮他看看？你别说，还真有好文章，说不定能上你们的刊物呢，省得你约稿了。什么文章？还要连夜看，还要打分？教育部送来的，像是高考的作文，有争议，小平同志要求组织复议一下。你这个大领导看一篇中学生的文章，真是大材小用。我告诉你，连乔木同志都要看。你别看是中学生的文章，还真有些有见地的好文章。你看这篇，题目就让你刮目相看。我想当个小司马迁，你听听，豪气冲天。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文字犀利，针砭时弊。我准备给满分，你看看。好吧，好个屁！田志远，你的阶级立场哪儿去了？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啊？你还要给满分？
文章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简直就是一篇反动的文章啊！你别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的，年轻人思想活跃一点有什么不好？按咱们的思想要求他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活力？我看你是糊涂了，就这篇文章你还给满分。田志远，我看你又要犯错误，又要让儿子和我跟你受牵连。老曹，你听我说。不要解释了，给你个满分去吧。简直不可思议。真是个不讲道理的女人。哎，你好，王队长。哎，你好。哎，刘队长，你回来了。哎，曹书记在吗？在呢。啊，我都听说了，你为了去追赶社员，把他们劝回来，还放弃了高考，这可不简单呐！啊，我得布置一下，好好的宣传宣传你。你准备个发言稿，在全公社的大会上讲讲。陶书记，千万别这样。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考大学。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文化程度不是很不错吗？我这个讨饭生产队的队长，没脸去考大学。哎，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陶书记，就算是我真上了大学，也放不下梨园生产队。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些地方，经历了一些事情。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帮乡亲们挖掉穷根子。其他，我没考虑别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考试啊？我想证明我自己，也想让夏主任安心考试。夏建红，他已经考上了。真的？太好了。陶书记，夏主任是北京的知青，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拖他的后腿，让他陪我在这待一辈子。哎，你们两家的关系我是知道的，不过金锁啊，你可是这十里八乡的高材生啊，能上大学而不去，我都替你遗憾呢。虽有遗憾，但我绝不后悔。我算是没看错人，就冲你这个，我更得好好宣传宣传了。陶书记，我不要宣传，给我些政策吧。什么政策？就一条，自主权。你想干什么？我想试试，让组员们分开单干。胡闹！你不要命了？陶书记。你别急，你听我说。打住打住啊！刘金锁，这件事啊，咱们俩免谈。我可是还有一大家子啊。建红。建红，建红，建红，你怎么了？金锁，我错怪你了，你不是懦夫。别哭了，建红，我听说你考上大学了，恭喜你。安徽医学院，太好了，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完成了你多年的夙愿，高兴，真为你高兴。哎，建红，建红。干什么？你知道你撕掉的是什么吗？你撕掉的是你的未来，是你的理想，是你回城为一的机会。你想一辈子跟着我，在这吃苦受穷吗？金锁，我决定了，这辈子就和你留在这儿，留在农村。建红，读着时间寄来的春天，花儿漫过无边的原野，为什么我总想起你，在这生命怒放的季节，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你老了，拂过年轻了，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无论潮潮落，无论花开花谢，自信在风云变幻之间。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在这生